唐明王微微復出京，我乾隆王點解唔得？乾隆皇帝微服出巡，為民請命。佢哋啊，食親嘢，奉旨唔使俾錢噶。居然敢咁放肆，先嚟個整頓歪風。 皇帝要挑选民女做可臣嘅妻子，简直系荒唐，再自破其福党。本人啊，你救下我哋啦！好，咁时三刻，又由你去见可臣。我去见可臣，做官系要清，系啊，为人系要正。我哋不能以男逆女，你似麻烦你去河神府走一趟啦。继而怒斩贪官，拿出斩，放咗佢。 赶绝土豪恶霸，刘荣、汪如，《乾隆王奇遇记》，星期四晚，天影经典频道。